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莫哥。现在时间是4月20日上午的凌晨4:45。现在团员们正在这边准备用早餐。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民宿老板娘为我们准备的早餐是什么。4月20日上午的7点整，那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哈，就是大陆林道东线的起点。从我右手边进去以后，就是要前往我们的大霸尖山了。由于今天的这个路程比较遥远，但是它并没有什么太高的难度，唯一就是到最后的4K 的连续陡上那边会比较辛苦一点。如果沿途有任何的不舒服，一定要立刻跟我反映，不要硬撑。就算你是不管你要大号小号，反正你有任何的不舒服，你要离开我视线，都要跟我先报备。再来就是什么呢？无痕山林，我们带上去的东西，你自己带上去的就要自己带下来，不可以留在山上。那这样子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没问题啊。好，背包就准备上架出发喽。时间是10:25，我们刚通过了9K 的指路牌，现在这边太阳已经出来了，可以预期得到后面天气就是大概这个样子。恭喜大家，我们现在到15K 大修的休息站了。现在时间是下午1:35，那我们队伍呢正要从17K 的捷径开始下切。现在我们品尝到的仍然是前菜，前菜还没出完呢。撑住啊，兄弟！第二个休息站了，开心吗？不开心。不开心。那还是要走啊。累啊！真的好累。忙过来，在集市里面有什么用？哇，看看我们的山猪哥。想睡觉，非常的 enjoy。来看看小马哥，狼狈不堪。哦，连眼镜都雾掉了，都雾了，我看不到路了。哎呦，到了，到了，不容易啊！哎，恭喜大家，99山庄到了。这个是钱拿来花。第一碗的菜色有什么呢？这有鳕鱼。卤鸡腿，上面这边有热汤，还有酱汁，然后后面这边有3道青菜。好，大家早，今天是4月21日，我们来大霸尖山，今天的是第二天早晨，现在时间是凌晨4:30，目前室外温度啊大约是8度，体感温度呢可能大概是在5度。或更低一点，待会在行进的时候体温会升高的非常的快速，如果你是体温升高比较快的人要立刻反应，那我们就直接停下来换装。第二点就是要讲，当初大家来抱团应该还记得我有要求过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吧，就
就是要同进退的这件事情。我带团对于这个要求呢是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了、啊。昨天在回头救援的时候还遇到另外一支队伍，他们的领队是怎么做的？领队的人早早已经到九九山庄了，然后团员呢一路被放生到后面，他们的脚程的时间至少差了一个多小时，团员走到那个全身都摔的都是伤，然后他们的领队完全没有任何作为，他就是在山屋休息。应该是没有人希望你会是昨天我遇到的那种状况吧。如果你们想要走快一点，我不反对，那你这边在录影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可以在我镜头面前立下切结，就是保证说你想要走那么快，出了任何的事情，所有的后果由你自行承担，那么我绝对不会去干涉你们各位想要怎么走。那如果你们不敢的话，就是要按照我的规矩来走，就是不能离开我的视线，这个我是非常严格要求这件事情。现在时间是上午8:23，那我们刚抵达这边是8K 的地方，停下来大休。应我们山猪哥的要求，所以让大家下背包好好休息一下。我很随和，你们可以先走。现在时间是上午9:10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的是往一泽山还有大坝尖山的岔路口了。哇，现在是在演哪一出？哎，弟啊，自动一点，走不下去了。快要到达中坝山屋的前一刻哦，就最后100K， 大坝终于露脸了。大家马上在这边停下脚步，赶紧拍照。终于到了。现在刚登顶小坝，但是现在实际上来的呢只有四位，那另外还有两位，他们干嘛了？体力不支。哦，一个体力不支，卡碰爬，还有一个呢是有惧高，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克服这种障碍的地形啊，所以他选择不没有要上来。小坝先生，登顶成功！耶！Thank you.
下午四点，我们登顶霞霸尖山，然后回到霸基。那现在呢，又再次回到哪里呢？这里是中霸坪。那团员们，那个全部都累到坐在那边不会动了，倒的倒，哎，累的累，倒的倒。那那脚磕在这里，你要给他拍耶。好，你看他那样子，你敢给他拍吗？你好笑哎，你看好坏呀，你看。你看，人家都没有在害羞的。男人啊，对没？我们女生害羞一下。这个叫做霸气。哦。霸啥？想换喜喜啊，那个叫霸气。霸气。好，我躺平了。哦，这个不错。哇，这边还有两位。哦，还有精神可以拍照哦。哦，不错不错。看看我们的大坝，哇，若隐若现的，这个时候的大小坝看起来最好看了。那我们现在是要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是你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要干嘛？我开始录了。那啤酒记得要拍啊！对对对，一定要记得，然后上相一下。我们现在回到中霸山屋。刚刚有喝过了姜茶，然后我们很厉害的协作。这边呢，我们请协调，请他帮我们备了什么火锅，还有这一整箱满满的食材。啊，对，待会呢还有牛小排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可以哈。嗯。啊，大哥呢？哦，哟，大哥，赞。佩佩呢？好吃，好吃。这边不用。啊，山猪哥。不用。怎么样？今天日期是4月22日，现在时间是5:16。那我们现在刚离开中霸山屋，现在要赶去中霸坪看黄金大坝。然后接着呢，同时欣赏日出。但是这一次实际有参与的队员呢，只剩下三位。前面呢，这个画面中看到有两位，后面还有一个呢，从第一天就开始落队的山猪哥。前面连续操了两天，加上今天为了看黄金大坝哈。真的是已经使出最后吃奶的力气。哦，真的。看看我们三天一开始状态就很好的巴勒，也是走到弯腰了。真的被超到了呀！今天中霸坪最漂亮的日出正在冉冉升起。现在看到阳光已经开始洒到了大坝跟这个建筑草坡上面了。嗯，不然你会后悔，我的山友，真的真的很冷。什么？真的很冷？会？不然会后悔。没来会后悔，因为真的很冷。来了才后悔吧。有什么话要说的吗？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。有什么话要说的吗？没有，只能说好累。好累，好累，但是很值得。我们这次来大小坝搭伙的协作团队啊，是这个袁力。然后现在旁边的协作呢，正在帮我们准备早餐。再收一点哦。来看看旁边啊，全部啊包围着，虎视眈眈，不知道是要吃人还是吃肉。啊，是吃人还是吃肉？要吃人了。那你有什么话？你有什么话要说？
我那个沙山再帮你们安排。没有啊，等不及了。你等一下熄火以后，你就进去把衣服脱了。现在时间是上午8:07，我们现在要离开中坝山屋喽。还有什么边走边喝咖啡的，多悠闲的4天3夜行程。一泽山等你成功，耶！现在走最后一个压队的，我们的山猪哥，从第一天就开始上演了，虚脱、抽筋，还有起水泡。嘉利山登顶成功，耶！又再次回到99山庄了。中坝山屋住一晚，开不开心呢？开心开心。两台车。现在时间是下午1:37，我们刚回到99山庄，在这边要稍作休息。然后我们贴心的协作在这边，帮我们准备好了绿豆汤。这边也提供了水，热水跟冷的水呢做补给。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，那我们从99山庄离开，要下切到19K马达拉西登山口的山屋了。还有，我们还有，拜拜。我们这边是9个人吗？对，一张大景，对，大景。只要看到有人晒伤，就是不大景。哦，我们山猪哥突然走好快呢，哈！哦，精神抖擞的亢奋呢，哇！有没？哦，就说盐很大嘛。对呀。对，唱歌打字。哎呀。你是12个人吗？你12个人嘛。哦，那就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加油加油！不然要怎样啦？走了啦。领导，我们要精神鼓励一下，精神喊话。3点多的时候抽筋啊，你们帮你们现在救我，那怎么办？这个简称工具人。什么工具人？有爱才有工具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没错。各位可以休息一下吗？好啊。小兵我不行了。现在这边是我们在马达拉西登山口山屋这边的晚餐，那伙食一样是由原力的协作团队所提供。但是我叫那个人，是对人有兴趣还是对别人？是500，我有文，到底500啊，500，杨乃文啊，500写给杨乃文的。哦，他写的吗？杨乃文唱的吗？500又有唱啊，他有唱。他有首歌，他其实不会唱歌啊。Hello， 大家早，我是莫哥。今天是4月23日，是我们4天3夜大草坝豪华团的最后一天早晨。现在时间是7:40。我们现在这边都已经打包好，准备要离开山屋了。
但是为了保留住这个现场最有感觉的这个气氛哦，所以我决定呢在这边录一段画面。那请协助来自我介绍一下，哎，小这个叫什么？小鲜肉阿文。不用客气啊，不用。谢谢大家嘛，就是这几天都有互相帮忙，这样也很开心的。那个我们远地可以为你们服务，下次还有小矮大坝都可以找我们。嗯，还有没有人短期内还想要再来的？我可能下次。那先请，那大哥开始好了。风雨生信心，越走越有信心。非常感谢莫哥，还有各位那个山友的大家的团结一致，达成这次的任务，谢谢。尽在不言中。四天三夜的行程，就是非常谢谢各位可爱的山友，他们都非常的可爱，非常好相处。最后呢，要记得在那个莫哥探险区的频道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开始自动模式。四天三夜的大坝大小坝是终于完成了，我完成四座百岳，台湾的山还是很漂亮很赞的。要拜托大家来共同维护。还有一个字，累，是值得。得，谢谢大家。爽。感谢大家山友的陪伴，让我完成了四天三夜的大小坝。我们干话王山猪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好，一切就是尽在干话不言中。谢谢各位，那我们待会呢就要出到登山口，然后接着还会到竹东镇上的餐厅享用豪华的庆功宴。1、2、3，来得巧不如来得好。刚刚我那一叫停，结果我们的咬人猫啊，我们的山猪哥刚好被这咬人猫。这烟。他是整片刷下去，不是轻轻摸，整片刷下去。叫我停下来，我就被咬到了。三哥，走！哇，姐姐啊，幸福吗？满满。终于踢回来了。卡住。他撑住了。三夜超难的体会，这样子又讲太短。很超的劲，真的很超的劲，都是我紧张死了，做半数啊，做半数好超。很艰辛的走完，真是走完了。哦好，我们很艰辛的走完这四天三夜的大小坝，然后。每个人都充满了回忆，充满了不少回忆，特别是我们的山猪哥，从第一天开始就有非常精彩的表现，带给大家满满的欢乐。耶！不能剪进去哦，这个一定会剪。山猪哥，幕后花絮，幕后花絮记得打码。好，那么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按赞加分享，最后让我们欢呼一下。让我们登
莫哥探险去。耶！